帅哥家的宫殿，帅哥一家人都出去。 你看看这一家子，都像搬家一样的把东西家家伙事都搬来了，什么油啊、锅炉呀、锅啊，什么都搬来了。哎呀，恨不得把马桶都搬来了。这是我们唐家的帐篷，你看看啊。有三个气垫，这是single size的，single size的，这是 queen size。 气垫，气垫很厚啊。我们家已经开始生活了，生活做饭了。啊，美女啊！哎，我们在这讲，你们过着幸福的生活，幸福的生活啊！太美满了，太好了。看来要吃一点，我们这里有四家人。 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好吃，吃香的，喝辣的，全体人民都在等你。不要擦，就跳一下出来，裤子也不要穿就出来。我说你手不要洗，我说我有酒。不能把这消毒。早开始一定要这样。上面不上面的东西。
Careful. I did it again.山顶上了，你们来到了。现在我们已经是在奥林匹克 park 看的第三天了。第一天我们就来了，因为下雨看得不清楚。第三天我们就又来了。 下节。